Hello。奇怪嘞，这个背景是一个游戏吗？是一个活动吗？但是我决定我要选一个新的沙盒。我决定我要选一个新的沙盒，我要选一个难度高一点的。什么叫做主动专场啊？我觉得我还是选的，我觉得我还是选中文就好了。啊，那咋咋，看看啊、欢乐谷。哎，等等，这几个图是连在一块的嘛？我决定这次我要选滨海公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还是选姑娘吧？那就叫做 A2 吧。是的，我们今天来选一个新沙盒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昨天的没有录下来，所以我决定干脆开一个新的。反正我大概已经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了。那有观众反映说动物不会咬人，挑战性不够高。没问题，我们就选会咬人的。哎呀，骑手竟然在室内。那我们拿走冰箱。哦吼，按摩摩的呀，报纸。按摩摩的，我们看能不能找到个武器什么的。钢锯，但它有点重。先把放着吧。东西应该是一样的。箭头，意思是说我们可能要狩猎喽。哦，那我看一下，箭头可以用来制造。简易箭，搞毛啊！我只有一个箭头，我只能戳，就一个箭头，我只能射一发吗？只射一发子弹吗？只能开一枪吗？金属架子，钢锯应该是可以拆架子啦。烧火的桶，这应该就是用来当炉子用的吧？离开加油站，等等啊、哦，书，知识之源。
黑啊，好黑啊！咔嚓，居然是空抽屉。拿走吧。对，第一次捡到了火柴。好，我决定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。海岸城区，现在是晚上。我们的加油站长得挺不加油站的。但这里是道路呢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找找看有没有动物尸体。一台车，这是到底干嘛的？哎，等等，手套箱，等等等等。发烟筒，面罩。好吧，这车，还是我可以吃到后座吗？可以耶。后座会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并没有。我看一下能不能开它的后车厢好了。需要撬棍儿。好吧。大晚上的在外面晃来晃去，其实有一定危险，对吧？这应该是一座湖。有湖的地方应该就有钓鱼小屋，我看到钓鱼小屋了。但是我们需要找尸体的话，动物尸体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要到森林里面去找。而且很冷。很冷。这个小屋绝对不是我刚刚的那个小屋吧？不一样的吧？大半夜的，冻箱。哇哦，熟的欸。真不错。吼，竟然还有烤面包机，水瓶。拿走。金属炖锅，拿走。这里很明显之前有人住吧。寒冷。看来这户人家，有一本书，留下它。发现筒、桌子，
长椅。我刚刚是从那边过来的，哎，床哎，绷带。睡一会儿吧。能够睡到这种大大的双人床，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！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！在之前的地图，我们都只能睡那种很狭窄的金属灯。在之前的地图，我们都只能睡很狭窄的床。在这边，我们居然可以睡大床。离开房屋，这座房屋我喜欢。我决定睡觉的话，要来这边睡。但是我们的……哦，它就在我们的加油站的正对面。树枝，小树枝。前面有另外一栋小房屋，目前看起来物资还是挺丰富的。我看一下身上有什么东西。砸开就不能喝了吧，混蛋！哎呦，在外面很冷的，我应该在室内砸的。我可以感觉到它在瑟瑟发抖。我们到这栋屋子里来。这个地方只有我一个活人。汽水，喝掉。看能不能够找到一根撬棍。这是刚刚那栋房子吗？格局不一样啊。房子里会有撬棍吗？一杯咖啡。这是冰咖啡吧？真真正正是个冰咖啡。啊？哇？什么都没有啊。这里的房屋没有厕所，不太合理。没有厕所不太合理。药草茶，啊，咸饼干，嘿嘿。我拿走这么多。食物干嘛呢？离开房屋吗？架子、报纸卷。我想要等到白天。哎呀，竟然有这种东西啊！取走它。我觉得我身上东西会太多了。而且还不白天，会不会太夸张了？我决定再去睡个觉。
决定再去睡个觉。他居然还有扑克牌，是说可以自己跟自己玩扑克牌吗？然后居然还是还没白天。哎，真的是白昼还剩几个小时，现在已经是白天了。好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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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滚出去吧，快滚出去吧。门呢？哎，发现了厕所。他很好的解决了我刚的疑虑。毛巾，哈哈哈。算了，谁会把发烟筒放在厕所里啊？哦，而且好黑哦，我要离开房间。好啦，这样外面该天亮了吧。还是黑夜，逗我喽！我看看哦，喝个什么呢？喝个高热量的橘子汽水。这台车是不是我刚刚的那台车啊？这有一个挂着加拿大国旗的小房子，这个小房子是不是我刚看的一个小房子啊？每栋建筑物都这么像，我都分不清我到底有哪一栋是我去过，哪一栋是我没去过的。嗯，往森林的方向走走吧。诶，刚刚拿到的衣服，看看有没有比较暖。那旧的就往下吧，减轻点重量。哈吼，这是一个小狗屋对吧？可爱。嗯，但狗去哪儿了呢？想这个就不那么可爱了。又是一栋小房子。电视、报纸、壁炉，桌子。嗯，抽屉。看来这边以前还是一个住宅区呢。来换一下妆。没比较好。哦，这个可以穿。嗯，这个就放下吧。新的球鞋，这个比较好。那这个就放下吧。好。再睡一个小时，玩这个游戏一直在睡觉，一直在睡觉，一直在睡觉。
然后到底什么时候才要白天？不很温暖，那就不留下留下它吧。窗帘。哦，这还是一个卫浴分离的厕所呢。Sweet。我感觉我应该要赶快找到个武器制作的方法。因为我感觉动物会寻找我，然后试图把我吃掉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赶快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具鹿的尸体或什么的，弄个什么干化内脏之类的东西。哎，如果要有鹿的尸体的话，可我现在我连鹿的影子都没有看到，捡几个小树枝。哦吼！又是一栋小房子，好吧，一样来看看这里有什么吧。桌子，沙丁鱼，汽水。开罐器，食物看起来很多，所以我不急着拿。它有二楼。我希望赶快到白天，因为晚上好黑哦。桌子，汽水，我还不够累。哎呀，明显还是还没白天。不错的针织帽。这边看起来像是屋主的照片。看起来有没有比刚更亮一点呢？夜晚太长，让我觉得有点，穿，继续走，继续寻找我们的鹿的尸体。我是该不会先往回走吧？小屋子看起来挺眼熟的。
哎，这个小狗屋看起来挺眼熟的。我真的是在一样的地方打转，对吧？认认真真的回去睡觉。而且我也没办法分辨这到底是不是同一间屋子，每间屋子的格局都差不多。这个我应该来过了，睡觉吧。口渴。我希望我一觉醒来就是白天，但他没有达成我的心愿，真可惜。已搜寻。风雪停了，顺着路往上走，户外温度还是有点低。冒险者今天。也很认真的四处搜寻，当然这只是冒险者的第一个夜晚。冒险者希望他能够发现林俊路的尸体，但目前为止他没有看到。玩这个游戏最可怕的，就是当你走来走去，就只有雪跟小树枝，这真的很可怕，什么都没有，这就是一个只有雪跟小树枝的世界。这个游戏玩久一定会发疯，只有雪跟小树枝，它应该多来一点偶然事件什么的呀。只有雪跟小树枝，这不是有点无聊吗？夜晚又这么长。房子又都差不多，这间房子我到底有没有来过都不知道了，都长得太像了。桌子、报纸卷都是一样，一罐沙丁鱼，我感觉这里我来过，对。我感觉这里我来过，对对，我来过。继续移动，奇怪嘞，我都已经，难道我的难度选的还不够高吗？我觉得我已经，稍微选了难度更高的了呀。我们看能不能制造弓箭去打猎吧。钓鱼线，
野营技能。日记。哎，可以写。等等，在我做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应该要先在室内。在室外做这种事情会冻死。冒险者来到了陌生的地区，这里的黑夜特别漫长，户外是一片皑皑的白雪。算了，哎，烂输入法。苍茫的白雪好了，白雪用苍茫有点怪，好吧，茫茫就好。哎呀，地上除了树枝没有其他可以拾取的物品，道路两旁不时有矮小的屋舍，但每间的格局都差不多，没有太多新意。冒险者搜索了所有他能看到的屋子，捡到了几个罐头，吃掉。说好的斧头在哪儿呢？说好的会追踪我的动物又上哪儿去了？寂寞的冒险者今天也度过了无聊的夜晚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第一天的日记。哈哈哈哈，返回。然后又要吃东西了，这是一个饥饿的冒险者，吃掉。寒冷，去睡觉。精神充足的醒来，落满灰尘的桃子罐头。好，精力十足的冒险者也要出门了。也许这个游戏，也许这个游戏它只是用来强迫那些
小时候不肯写日记的人，逼他们写日记吧。目前看起来这个游戏最大的亮点就是它可以写日记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我们玩这个游戏，这个变成是要来写日记的呀。夜晚怎么那么长啊？再怎么着，我也只能一天写一篇日记吧。我总不能走几步写一个日记吧？而且是我的错觉吗？我觉得这又比刚刚更暗了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黎明前的最后的黑暗吗？连月亮都下山了，太阳还没出来，黎明前的最后的黑暗。这个湖面什么都没有。应该至少要有一个湖边小屋吧。钓鱼小屋什么的，是不是那里好像有一间？去看看。发冷，我们点个火吧。能够看到发亮的东西，感觉真好。光明真是太重要了。啊，这个很好，我们。丢点小树枝进去，嗯，钓鱼用具，猎枪弹药，那你配套的猎枪呢？登山绳。需要工具破冰。嗯，也许在这个时候，我可以再写一下日记，抒发一下我们的情感。应该是黎明前的黑暗吧。外头连月亮都失去了踪影，冒险者独自行走，空旷的湖面上。嗯，用冰弄的好了。面上空旷的湖上，哎呀，艾滋病在一间孤寂的钓鱼小屋中
发现了光明的珍贵价值。冒险者，已知用火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。因为可以选字啊，哎呀，冒险者在想为什么还不白天呢，混蛋。冒险者觉得哎，这是我可以坐下哎。嗯，我可以煮咖啡吗？可以耶，哈哈哈！已经煮熟一杯咖啡，那我们就把它喝掉啊。哦，在这么寒冷的天气，我坐在吊屋小屋里面喝一杯咖啡，这是多么棒的享受啊！哈哈哈哈哈！那是月亮吗？我就想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要白天。还有，我现在应该往哪个方向走？往这个方向好，跟着月亮走。我应该再去捡一些小树枝。而且我也应该要找到可以破冰的方法。好像听到了什么在叫，又走到湖上。而且还是一片漆黑，奇怪嘞！照理来说，我已经等等，我在进游戏的时候，游戏画面上面是不是写着四天都是夜晚？所以我从今天开始的接下来的四天都只有夜晚可以玩吗？搞毛啊，这个游戏。说真的，四天都只有夜晚，
这游戏真的不用玩了。我有没有照明设备？没有。他真不会真的接下来4天都只有夜晚吧？哪个白痴做的策划？4天都只有夜晚，这个游戏《避世者住宅》，4天都只有夜晚，这个游戏要玩得下去？4天都只有夜晚。留着吧。我手上火柴已经蛮多了。我喜欢汽水，又可以解渴，又可以补充卡路里，是个好东西。我只要想到接下来4天都只有夜晚，我就觉得有点。我就觉得有点头痛。我是不是应该4天之后再来玩这个游戏？从马桶里取水！我的天哪！它居然是可饮用的，布料，拿了吧。我认真的觉得，我应该4天之后我再来回来玩这个游戏，因为它4天都只有黑夜。我觉得玩不下去啊！汽水、饼干、会让我口渴，吃掉。好喝水。太忧郁了，太忧郁了！居然都是黑夜。嘿，这是他们一家人的合照吗？看起来像是一个爸爸跟他的女儿之类。好吧，我决定今天先到这边。黑麻麻的一片，什么都没看到呀，烦死了！好，明天见，大家拜拜。